吴磊和鹿晗同框，留长发的鹿晗却被比下去了，吴磊的寸头惊艳全场。近日，鹿晗和吴磊正在拍摄网剧《穿越火线》，这部电视剧讲的是电竞方面的故事，由鹿晗和吴磊主演，大家都还是很期待的。大家注意到，鹿晗在《穿越火线》中是一头长发，鹿晗本身五官是长得比较秀气的，所以感觉他留长发的话看起来比较凌乱没有型，而吴磊在剧中的造型是一个寸头。大家都知道吴磊的五官本身就比较立体，所以他剪这个寸头很好的凸显了他的颜值和优势，看起来很帅气有型。相比之下，吴磊的发型胜过了鹿晗的发型，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惊艳全场，没想到吴磊年纪不大剪这个寸头还是很帅，别有一番风味。